刚刚那个牙膏被抢光了，家人们没有了，因为确实是人家只给了40多单，嗯，而且它是立减200的。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，感谢大家这里点关注哦。因为618的时候才会有这种价格。你等会儿不要点这个出来了哈，我喊他们来整，大声点。家人们想想今天对他今晚直播，我知道你们想他了呀。那我晚上去玩的时候有时间，我们就直播吧。想带他去吃那家，新开的土鸡汤，而且家人们有彝菜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彝族的菜品。那你们就去呗，我又不吃。哦，对，我老公不吃鸡肉的。啊，正好。小胡啊，蛋糕好吃啊，好吃。正好节约了。我跟你们说啊，那个彝菜，上一次我带小今年去吃了另一家彝菜嘛，我就想着他一个人在乐山嘛，然后。吃不到家乡的那种味道，然后我就去找了几家彝菜，然后对比了一下，我就自己去尝了一下，然后我就带他去吃，然后那个彝族的那个酸菜汤，酸菜土豆汤，酸菜土豆汤特别特别香，而且吉年跟我说，他说，哇塞，这个做的很正宗，他说有两种做法，一种是先炒酸菜，然后把土豆去炒了以后再加汤进去，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炒了酸菜直接加水再放土豆，那样就不好吃。哇，我感觉他就是肯定很就是做那个彝菜的话很这个的，所以他都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。我没做头发，家人们，我没做头发呀，我头发你们一直让我去剪，我还没去剪了，正常。干嘛不上蛋糕呀？你们就吃完了呀，我后天给你们分享蛋糕吧。这样子有没有刚才没抢到牙膏的？没抢到牙膏，我再这样子，我刚刚还有几个没有付款，把它踢一下，然后上一下。给他说一下，那这个样子吧，再踢一波库存，然后给大家上，然后你们自己去抢了，能抢到的就抢了，抢不到的就确实就是没有了，这可能就要凭手速了，可能对年纪大一点的阿姨和奶奶有点不公平啊，但是你们还是见谅一下，那我就踢一下库存，让大家上一下，来，5 4 3 2 1，59.9块到手是6支正装牙膏加2个小样。6支正装牙膏加2支小样。你在超市里面买一支牙膏多少钱？在超市里面买一支牙膏20-30块钱，今天我这个算下来就是9块多一支。我的头发有点长了。是的，我买了2、4、6支正装牙膏。加2个小样，快去抢啊！已经上了，家人们，那个库存贴了已经上了，然后你们需要的去拍啊。它的保质期是3年，然后的话，48小时内发货，在超市里面这样买一支牙膏20-30块钱，这味道很不错的。对对对，而且一支是120克，家人们到手是6支加2个旅行装，你们去旅行的可以带上这个。快点，还有3单。我怕他们抢不到。你记得 我妈上次买的那个脱敏牙膏吗？我好难闻啊，好难受啊。那你妈买的还是我妈妈买的？你妈买了，好像我妈买的，然后拿到你家，然后我们两个偷偷把它扔了。这个是冰泉海盐的，家人们，冰泉，它就是海盐小苏打。让我老公出来见见面。你出来吗？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在右下角链接已经上啦，快一点，马上就要关闭链接了。对，这个的话，你们8支到手，一家人用的话，都可以用1年了，差不多，大半年嘛，不说一年嘛，大半年嘛，所以很划算。平常是就是官方旗舰店是259.9米的，然后今天在直播间直接立减259.9米。哦，没有了，待会儿抢不到，好生气啊！待会儿姐姐他们 ，Sky 姐姐他们道个歉就行了。
上蛋糕，后天上。姐姐今天上不了蛋糕啊。对对对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特别开心，特别开心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问一下吉年呢，我问一下他几点出来。姐妹姐妹，什么时间出来呀？姐妹姐妹，什么时间我来找你？我去找他。好的，家人们，48小时发货，2-3天就可以搜到咯。而且如果你们不喜欢，他是可以7天无理由退退货的。耶、yeah! ！对，给大家还争取到这个，就是你们买到以后不喜欢，或者说你觉得哎呀，但我相信你们是不会退的，因为它确实很好，我对比了很多很多，对比了真的很多很多。好的好的。我看他回没回我啊。小胡聪明可爱，哎呀家人们，我说实话，我感觉我最近是长漂亮了一点呢，因为累了瘦了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有一句话怎么说的，爱人如养花，爱人如养花，就是说你得到一个人的爱，得到的多一点，你就会感觉就是你最近容光焕发，然后看起来就别人看起来就很漂亮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小吉年是越变越漂亮了？姐姐阿姨们，你们觉得漂亮了，她越变越漂亮了，你们扣一。你们跟我同样的感觉没有？她是越变越漂亮了，扣二。这就是什么说啊，这就是人家说的爱人如养花，你的男朋友，你的男人怎么去爱你，怎么去精心呵护你，相当于就是我爱你这个人，我就像真有人扣人，我就像就是去浇灌我的鲜花一样，我每天给它浇水，每天给它施肥，每天给它晒充足的阳光，这个花它就会越长越好。然后的话，我觉得吉年就是得到了叶总的满满的爱，所以他可以尽情的绽放自己，然后就感觉越长越漂亮，越长越有气质，就是开发了他无限的潜能。就是你以前嘛，他在山里面可能不会穿那种什么晚礼服呀，也不会穿那种高跟鞋呀什么的，因为在山里面嘛，就可能会就是走路方便啊或什么的，就穿平底鞋或者是那种军胶鞋，家人们知道哈。然后的话，他可能就没有尝试过这种，然后后面你发现跟叶总在一起以后，慢慢的这种场合就很自然了，然后可能就会，然后你看求婚的时候穿的那种晚礼服，哇好漂亮呀，简直就是仙女下凡，就是他就是爱人如养花，他慢慢慢慢的就可以尽情的绽放自己，然后就越来越好看，越来越有气质，他其实也适合的。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这个人嘛，我的五官其实真的不好看的，但是如果我穿那种特别普通的衣服的话，我穿那种特别普通的衣服的话，我可能就更普通了，但我可能穿一点高级感一点的衣服，我的气质就上了，这人嘛都是这样子的嘛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人还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是的，是的。我突然想到那个“好马配好鞍，吉年配鞍鞍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家人，我说的对哈。除了爱你没有真理，家人们，现在正是尽兴的时候，给大家来一首，谢谢姐姐阿姨们的夸奖啊，还有很多的奶奶，我要唱一首，唱一首 Super Star 送给大家，这首歌叫 Super Star， 送给直播间姐姐阿姨们，哇哦。
哎呦，风里吹不。哎呀，我吹。唱得很贵，怎么了？你这首歌唱得很贵，屏幕又打坏了。我屏幕碎了。啊，可以当娱乐主播了，家人们啊，我就是开心啊，开心就好啊，家人们，我这个风扇就是上一次吉年夜总分享的那个呀，荣事达的那个风扇，家人们，我在家里看了，也买了一个。对，我老公下单的荣事达的风扇。就是啊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它是那个循环扇。我问一下家人们，直播间有上次在吉年夜总直播间抢到的扣一啊，没有抢到的家人们扣二，就是上一次因为后面库存不足嘛，然后都是去其他门店调货，没有抢到的扣二，我看一下有没有。你手机屏幕坏了，等下去换手机屏幕。啊，真的呀？对，这首歌唱废了30块。有这么多姐姐阿姨没有抢到，今天我跟你们说啊，我真的是用过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我老公拍了一个回来，我觉得真的哇，我感觉每天我就是这两天我都心情很开心，就是这个风吹着我真的好好凉快呀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拍到姐姐阿姨们，恭喜你们，真的确实是你们拍到好东西了，真的很好用。没有拍的姐姐阿姨们不用担心啊，今天是受叶总吉年所托，就是上一次你们在直播间没有抢到的，因为现在过了这么多天了，有库存了，今天
就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再次分享，也是跟上次同样的机制，同样的价格，牛不牛？因为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最近不直播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上一次的没有库存了，很多姐姐阿姨没抢到，这一次就在我的直播间分享给很多没有抢到的，抖音的很多姐姐阿姨没有抢到的，就可以在直播间抢。我真的真的，我说实话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而且它是智能的，家人们，它是智能的，它可以听懂你说话，它相当于是一个机器人那种感觉，它可以听懂你说话，而且我跟你们说啊，它是语音循环扇，相当于它可以循环你整个屋子的空气。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哈，这科技改变生活，来，小爱小爱，来了来了，关闭风扇。好的，工作结束了，我也要休息了。你看，关闭了，来，小爱，小爱，来了，来了。打开风扇。好的，电风扇已打开。小爱，小爱，来了，来了。开启负离子。小爱，小爱，来了，来了。打开负离子。好的，负离子已打开。哇，神奇啊！看到没有，他能听懂讲话，就是你喊他的名字，他叫小爱，小爱。他叫小爱，小爱，我怕他答应我了。待会儿你可以叫他，就是平时我们在家洗脚或怎么样，然后就是，太远，风扇离太远，你不想去这样子用手去触摸，去打开，你就可以喊他的名字，他就像机器人一样陪着你，你说什么他都听得懂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家人们，平时有没有就是，快上快上，我要跟你们讲一下，来吧，这样子吧，家人们，我跟你们说，跟上次的机制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旗舰店价格是599，然后。后面我跟你们讲啊，那天是叶总是砍到了300多、200多，最后老板不开心了，最后直接是上到199。我跟你们说，库存是不多，但今天有库存了，你们可以去抢。但是你说1000多个人全部抢到，那也是不可能的，只有少数啊。然后我跟你们先上车吧，我再讲好不好？官旗价是599，今天直接199，跟上次直今年叶总直播间是一模一样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链接，开，赶紧去抢，姐姐家人们。我口水飙出来了。真的，就是拍到的姐姐阿姨们都知道啊，没有拍到的你们可以去拍。链接上没有呀？不会有，不是让我们上吗？怎么回事呀？掉了？没有。好了，家人们，链接已经上了，在右下角。刚才可能是不是没上车，我在让你讲，然后就那个了。你老公帮你擦口水，我当时听着我有哈口水飙下来。刚才没上，然后就在那里讲，是不是就是那个了？被提醒了一下，没关系，家人们，正能量，右下角链接已经上了，是199，荣仕达的语音智能电风扇啊，它跟平常的我们以前的那种大摆头的那种电风扇，平时家里面这么大一个头的那种电风扇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它小巧又便携，而且家人们，它你别看它小啊，它这是它的优点，而不是它的缺点。它小就不占地方，但是它风量很大，它可以调节很多档风。看啊，现在是四啊，哇，风越来越大，我怎么样才能看到它？看见这个风速很强，很凉快的。刚才我在，而且它这个风吹出来不是热风，家人们，它是循环扇，它吹出来的是凉风。小爱，小爱。转起来，好，转起来哦，小爱，小爱，来了来了，打开左右摇头，好的，左右摇头，你开启，他，你们上下摇头吧。